还是想打嗝，偷吃啥了？还想打嗝？大家把关注点一点，宝宝们点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上高速。然后还有两支舞蹈的时间，大家把鲜花送一送，底下的心心点一点，谢谢宝宝们支持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回直播间了，哥，我一会儿又出去有点事儿，然后回来得睡觉，就播一晚上了都，然后晚上再播，或者是明天那个下午播，我有可能改成下午了，太困了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打嗝，然后还有两支舞，我看一下给你们跳什么。你这是24小时休息？不是，我感觉我最近比较爱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最近工作量也比较大，每天开播的时间也很长，然后大家点点关注，每一次轮麦会在每一次轮麦啊直播呀、啊、都会发弹窗通知你们的。有了你们要不要这样？有了，那你们能算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吗？我感觉是男孩，你们感觉呢？
大家点点关注，还有最后的三分半，然后不知道跳什么了。我这是来顶档的，我明天这个时间就不来了。大家一定要把关注点上，不点关注的话就看不到我了。然后我叫兔宝，然后今年12岁了，来自东北。然后你们猜到肚子里的孩子是儿子还是女儿了吗？你们猜到了吗？猜到了，谁猜到了就是谁的。谁的？哎呀，好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。还有最后两分半的时间，有点跳不动了，我给大家跳个海草舞吧，最近比较火的海草舞。好，然后大家点点关注，谢谢年轻哥哥，么么哒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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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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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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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。人海呀。走过最陡的山路，看过最壮丽的日出，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，我不服输，押上了性命做赌注，也曾和魔鬼跳过舞，早已看透那些套路，一点真就足够了。喝过最烈的酒，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，痴心的像个浪子，也认真的像个傻子，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，受过的背叛和无助，却依然参不透这心魔，只学会率性而活。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，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？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